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COP26。 COP 代表什麼呢？就是講緊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， 就是講緊聯合國裡面締約國開的會，那就是關於氣候變化為主。那在1995年就開始第一屆，那就叫 COP1， 就在德國，那已經開了25屆，今屆第26屆咧就喺英國嗰度進行。咁比較重要一個會議咧，就係講緊成日都講嘅叫做Paris Agreement 啦，巴黎協議咧，就係講緊喺2015年喺法國嗰度巴黎嗰度舉行啦。咁呢個咧就係講緊係叫做 COP21。咁啊係由196個締約方咧就去簽一個公約。咁啊，聯合國咧其實總共係有196個國家啦，咁就有3個就係觀察員嘅國家身份去組成一個聯合國。咁我哋簽嘅約咧就唔係叫私人嘅約啦，咁佢簽嘅約咧就一個叫做公約，係具有咧係法律效力嘅。咁就希望喺全球暖化嘅目標做一個約章啦。咁喺2015年嘅巴黎協議裏面咧，最主要咧就有6個元素。第一個元素咧就係減緩嗰個氣候變化啦，降低嘅排放啦。第二嘅元素咧就係加強嗰個透明度啦，成個全世界咧就係做一個叫做總結嘅連結嘅。第三個咧就係要適應氣候變化啦。第四個咧，就是減少那個氣候變化的損失和損害。第五個元素呢，就是要每一個地方、政府、地區、城市呢是要承諾去之前減排的措施。第六個呢，就是去支援一些發展中的國家。那其實在開這個 COP26 之前呢，咁佢哋頭嗰20個國家咧 ，G20 咧，佢都開咗一轉會。咁佢哋希望咧係將未來呢10多年咧係可以將嗰個温度咧係減少上升1.5度，即係由以前上升2度咧就變成減少上升1.5度。咁點解會係咁樣？因為G20 咧，佢嗰個碳排放量咧已經係佔有全世界80%，中國同埋美國咧都差唔多佔咗成3-4成，美國人口少啦，中國嘅人口多啦，同埋世界工廠啦，咁中國已經係做咗好多計劃啦，係希望係減排，尤其是喺嗰個化石燃料裏面啦，盡量係減少啦，就用翻多啲天然資源嘅電力啦，咁呢個佢已經係作出一個承諾啦。咁美國早上一任嘅總統啦，咁啊唔承認巴黎協議啦，而家又加翻入嚟啦。咁我覺得對成個世界咧係一件好事嚟。今日所講嘅 COP26 就到呢度啦，有咩可以留言大家傾一傾嘅，拜拜。